好，另外来看到桃园市中立立小故事森林是一栋日式建筑，在2018年完成修复，目前委托给真善美福利基金会来营运。而现场除了规划亲子活动，也用心来培养院生解说导览能力。桃园市市长候选人张善政今天特别前往参观，由院生来接待，为他导览解说。桃园市中立立小故事森林原来是日治时期中立国小教职员的宿舍，为桃园市的历史建物，全区分成三栋，在2018年完成修复，目前委托给真善美福利基金会营运，由汉儿负责馆内打扫维护工作，并培养解说导览的能力，创造教育亲子与汉儿共融的空间。大家欢迎各位，好，那帮大市长量一下视力。左边，上面，右边，下面。上面桃园市长候选人张善政今天特别来到立小故事森林，了解真善美的营运状况。他认为真善美的作为值得钦佩，也呼吁大家以行动来支持社福机构，让这些憨儿能够发挥生命的价值。政府一个人不可能完全涵盖，很需要民间的社福团体一起来搭配，所以今天到这边来看到真善美基金会在这边做的事情，真的是让人非常钦佩。这么多的喜憨儿，要照顾他们，每一个喜憨儿，每一个生命都是非常珍贵的，要设法他让他能够发挥他的生命价值。我觉得真善美在做这个事情，让人非常钦佩。真善美成立20多年，憨儿过去都以在加油站打工为主，很少进入文教场域。这次与桃园市文化局合作营运8年，将推动多元展览、亲子活动、环境教育等课程，邀请大家共同来参与。